整体的一个那这个个喊妈咪的，我的妈呀！妈，就是是大家真的我满的嘴，妈呀！我这喜提好大儿在直播间。这个声音小哥还是懂我们啊。声音小哥已经不是自己人了，已经不明天就换声音小哥，明天就应聘了，明天就被开了。来，再换个更显腿长的 pose，谢谢老板。再换个 pose，换不了了，加一个来，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，不然这个等会儿就找不到我们了。家人们，给我们点点关注吧。用苹果啥？用苹果 Produce，让我看，我想看好的，让一下，我想看车图啊。我借用家人们的一句话，想请看车的出去。想看车的请出去啊！是想看车得出去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采用的是一个这个全新的光电映射美学的一个原理啊，采用的是一个极夜天际的一个前脸，咱们整车的风阻系数也是达到了惊人的0.23，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LED 大灯啊，里面都是有640颗 LED 元件组成，所以说它在夜间瞬间点亮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啊，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啊。来，现在下单权益少了好多，宝宝。但确实啊，如果说你再等一段时间的话，可能之后的权益还没有现在香呢。所以说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一个产品肯定是刚上市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价格是比较香的啊。是的，大家没有关注的，咱们九二鸟小刚小猪可以关注我们了，然后可以花费一斗币啊，也就是一毛钱，在这个位置点过去之后，这边有个赠送粉丝灯牌的东西啊，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是的啊。来，宝宝说买了能请你吃饭吗？这样吧，你来我们展厅，你来我们交付中心啊，偶遇到雪糕，雪糕请你吃饭。我们对面有什么打卤面啊，什么老卤面、啊、这一些老卤面啊，旁边还有沙县，还有旁边还有沙县大酒楼，然后还有那个兰州牛肉拉面馆。嗯，就是、请大家去吃好不好？可以请我吃牛肉面了 啊。我们来东区路，我可以请大家去吃牛肉面了，让雪糕请大家去吃牛肉面。对的啊。主播头发香不香？好几天没洗头了，应该。苏格兰打卤面，可以啊。苏格兰打卤面，也行也行。多久可以交付？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插播一条啊，就是咱们大家在7月11号之前订的 V86 版本的话，都是基本上在年底之前可以提车。如果说7月11号之后的话，可能就要到2023年才可以交付了，朋友们。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款车的话，咱们提前点击下方小黄车预约试乘试驾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小助理来给大家直播。我感觉我今天。当个花瓶就够了，是不是家人？就是你就当花瓶站，往一站就可以了。嗯，啊，你老婆？小姐，宝儿，你几个菜啊？喝成这样？小姐鼻子要去做一下。小姐鼻子要去做一下，妈呀，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！我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叨叨的要去来个什么那个，结果到现在一直都没敢去啊，家人们。让开，让想看车的出去。谁说的？想看车的出去。笑死了。来，宝宝，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刷在我们的公屏上。怎么能叫花瓶呢？对啊，有没有人问我一些专业知识啊？我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啊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续航能力啊，我们的一些配置啊、选配啊、空悬啊、电动门之类的啊，大家能不能问我一些专业的知识，让我们老板看到，不然真以为请个花瓶来这儿呢啊？对，直播间没有知道咱们是在京奥，是我们现在是在南京临时路交付中心啊。专业的来了，你腿多长？咱们整车是车高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徐哥，啊，车高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车高是1560，家人们，车高是15660啊，轴距是达到了3050的一个轴距，长是4970，长是4970啊，宽是这个，宽是那个叫什么？2米啊，1米1999。对的，车房大嘛，这个话不要乱说啊，朋友们。来，选配天幕会影响交付周期吗，宝宝？天幕的话 ，EC 天幕是吧 ？EC 天幕的话，应该时间不会特别久。如果说你不选空悬的话，时间就不会特别久啊。空悬的话，应该是我们所有的选配里面可能等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的啊。是的，没有关注的咱们关注一下主播。嗯，腿是不是比车长？这倒没有啊，这倒没有，家人们。因为直播没法拉腿的，朋友们。嗯，大家去开直播就知道了，其实腿都真的。我在别的直播间逛了一圈，主播都不行，没你漂亮。那这样吧。这个让你给我卡个粉丝灯牌吧，家人们。对，咱都没关注我们啊，这回来加了满油能跑。我们纯电汽车啊，朋友们。对，宝儿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个纯电汽车呢？咱们极客是隶属于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的纯电品牌，这个车得好几万吧，宝儿，这个车还真得好几万的，好几个 W。29.9起啊，我们微版单电机和双电机都是29.9起，优版的话是我们的顶配大满配，要38.6起。具体的话，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选个我们的这个
微版双电机我觉得就够了啊。对，而且也是一个四驱车型，价格的话30W 就是价格也很香。如果说你现在不超过 30W， 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车的话，还可以享受到一个12600的一个国补，相当于最终落地的话也就是 28.3， 价格非常的香啊，家人们。雪糕选的车是白色的吗？对的，宝宝啊。好，我这先提前公布了啊，有没有宝宝知道我选的哪个版本的？可以刷在公屏上哦。姐，回答专业问题啊，宝宝，你刚问的什么问题啊？我真没看清，我在网上翻翻。7月11号之前的微版的话，都是可以交付的，今年啊。嗯，好，这个宝宝问的一个专业问题，这个我看一下啊。今年买车，明年才能提车。